好，我是大庆，欢迎收看 Maxony 大世界。频繁的堵车再加上停车难，逼得很多厂商不得不去想更有效的解决方案，所以这也是近几年来三轮概念车玩得风生水起的原因了。早在几年前，本田就推出电动三轮概念车 CRC， 无论是大街小巷都能自由穿梭。CRC 是一辆环保的小型代步车，采用了独特的三轮设计，大面积的船型结构包覆着驾驶舱，给人一种被保护的感觉。只能容纳一人的座舱，让整车体积都降到最小，因此可以在小巷等狭窄的空间里灵活穿梭。它的侧面看上去有点像摩托车，但是有着汽车一般的底盘结构。为了提升该车的稳定性，底盘下部还安装了锂离子电池供电的动力系统，去降低重心。大面积的弧形玻璃在不启用的时候就会关闭，防止雨水淋湿座舱，等到驾驶车辆的时候才会自动开启作为挡风玻璃。虽然这辆通勤用的小车在储存空间上不可以和一般的轿车相比较，好在它的最前端有个可以上锁的行李箱，手提包等物件也能够放置其中。长途驾驶是不能考虑使用它了，但是用来在城市里代步还是挺好的。不过要是碰上下雨可就惨了，还得找个地方避避雨。视频颜色来自 Honda， 由 Maxony 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。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 Maxony 创意公园。